比方说我现在抽烟，对方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，我也要让。抽两口吧，对方不管会抽不会抽都要接受邀请，否则就是不给面子。博先生，抽两口吧。如果现在说不抽，你丢的只是面子。可是如果我抽了，一旦被我媳妇儿知道，我丢的就是命。不抽是个大赛。